捞起放佐料拌匀入味。七七，哎，你们去看看啊。哦，您好，您是？您是张雨莲的女儿吗？对。女儿。啊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为了看看你。小手指上这么大了。虽然被婉言拒绝，但张雨莲还是决定去城里照顾女儿。女儿小时候一生病，她就会煲鸡汤给女儿喝。这次只想亲手给女儿做顿饭。妈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要不我来吧？没事，我来。你拿筷子是吧？我给你拿，来，慢点啊。妈妈，甄小姐还没死呢。又来了。哎呦，妈，让我来。妈，赶紧一块吃啊！你吃。就走了。女儿一再挽留，但她还是执意离开。女儿觉得有些不对劲，半个月后养好身体回家探亲，才发现了母亲的秘密。女儿，63岁，一只眼睛患白内障，接近失明，另一只也严重老化，担心花钱，一直瞒着孩子。为了女儿，她第一次一个人走出大山。她可能看不清路，但她清楚地知道，女儿就在路的那一头。从家里到女儿所在的城市，要翻过两座山头，穿过一条小河，走28公里的山路，要转3次车，大约4个省，坐36个小时的长途汽车。他对这个城市一无所知，的名字，一切都是为了给女儿做顿饭。像张雨莲一样，对自己吝啬，但对孩子可以倾尽所有。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是什么？